接下来要有一个选举环节，选出最不健康的人。车上啊，这个也不是什么，你也是谦虚了。我觉得庞博最健康，应该。蒙恩也不错，蒙恩、王蒙跟蒙恩、蒙恩，我不行。我主要是最近动的太少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浑身疼，就是腰。刚才掐的吧，那是。对，快把你背后那个夹子拿出来。夹子，真的，我现在腰贼疼。那你们是不是就是坐的时间长？坐姿不好。对，坐姿不好。对，就是都是从开始干这一行，然后熬的就没头了，感觉。熬夜。我不看这个之前，我都是十一二点就睡觉了。我当时第一次来80后脱口秀，我跟你们弄稿嘛。整不贵了。我一看，哇，这。你们几个应该会很快就挂吧？就是太不健康了。那时候还是12点多就差不多结束了，但是我觉得哇也太晚了，这天天这样，那很快他们就不行了应该。但幸好我们是笑着熬嘛，我们还老笑。对，肯定是笑是有用，笑肯定有用。我有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我吃的不健康，不是我是那种我不爱吃饭，我老饿着。啊、哦，直到很饿了才吃。哎，但我听过一个说法，说不饿不吃，饿了再吃是好的。你老听说点杂的。国仔没想过减肥啊？我大学的时候，有过减过，那时候新陈代谢快，真的就跑圈，一天跑4000米，有一天跑6000米，我跑的脚都起泡，一天瘦一斤，一个月瘦了20多斤。哇哦！但我现在都不想弄了，没用了，而且跑不动了，跑别说4000米。400都缺，我感觉4米，像着急上厕所那个，跑4米，跑贼快了。我现在那个就是有个上门教练，当时叫的，因为我实在不想出门。上门教练，对，他就给你带那个垫儿啊，带壶铃，带那个。教练运动量太大了。你看见他了？过来，杠铃。他当你的上门教练，他也锻炼了，你也锻炼了。以后你把这个活就包给我，咱俩的量就都够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，要不先投出来？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？这样，给你一个申诉的机会，你说一个你健康的习惯。我心态还行，还是得投你这样。那既然你心态好，那就投你。那就纸吧，当面纸吧，来。好，我们觉得最不健康的人是3、2、1。好，我们这个最不健康的人会获得一项很重要的福利了。啊，是什么呢？获得一个豪华 VIP 体检套餐。啊。我不想早起，我不想半夜不吃东西。我在有一年体检，我遇到他，我说你咋起这么早？一宿没睡。我们这有一个发际线自测，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发际线应距离眉上4指宽，部分脑门较大的人群是5指宽。蒙恩，他有没有说手指头特粗的那种？怎么算？我绝对是手指特粗的那种。你看，啊，我的发际线刚好。你这是 A4纸，没 A4纸。我只是手指特粗。你啥时候开始掉的？我其实真的就是考研的时候，压力太大是吧？当时就是久坐，就你就在那儿不动了。而且你也没有时间，但那个时候我也贼健康，而且我那个时候习惯性的就是揪头发。我也掉，但我最近那天咱们不是跟老舅聊天吗？他说可能我戴帽子戴太多了，然后捂的就不透气。压力大吗？因为我失眠。你失眠严重吗？我去年最严重的时候，早上11点起录像，7点睡不着，就翻来覆去的。我也是。我们就是作息紊乱。我会不想睡，我就不困。如果我是那会儿，志胜不失眠。我太不失眠了。你现在给我个床，我立马能睡着。假如说你稿子没写完，你今天晚上睡不睡得着？你问湖南哥那天，那天我俩一块写，我说1点多，我说不行了，我得回去睡了。然后4点多，他问我。你还需要改吧？我说我2点就睡着了。他就是心大，去查查心。
朋友们，我们的资源包来了，看看这一期的行业嘉宾名单啊。好，噔噔噔噔，哦，钟明，他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重症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，素有医某大神之称。医某，哎，干嘛？医某大神。哦，他是那个抗疫剧《在一起》朱亚文饰演的医生的原型之一。啊，英雄英雄，厉害。哦呦。这叫钱庄啊，他是哥伦比亚临床精神卫生硕士。哟，这是校友，这比我厉害多了。下一位是崔松，他是互联网知名医学科普博主。哦，哇，这位是贾乃亮。哦，他是演过那个《在一起》，他也演过抗疫剧，他是演了一个社区防御人员。你好，注意好了防护啊。哇，这个服气了！哇，这厉害了！下一位，我们的老朋友了，毛不易，老毛。哦哦哦，厉害了！他本来是个护士，是吧？这个我知道。然后也参加了那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三季医学季。那我们就先商量一下谁上吧。商量一下呗。我可以上一期。其实有的说，因为你不是总去看病吗？这是啥？老陈哥，你这样，其实一个是挺久没上了，再一个大伙干到现在也有一些疲惫了。你作为领导，真正的领导，我是不是得找一个人给我上？作为真正的领导的话，没事，我来上吧。那我来一期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一个人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找人帮帮你。我弄一个就是类似于音乐的那种漫才吧。那你哪回不是呢？找一个朋友跟我合作一下，就不自己演了。找谁呢？哎呦！为你的形象专门为你写一个怎么样？我其实我不确定我能演和勉哥能有什么配合，因为我对音乐一窍不通，所以才好笑。可以。你们有钱赚，你们去聊一聊。临床精神卫生硕士，我觉得比呼兰的含金量高太多。非常高，但他跟呼兰在同一本书里。啊？这本书叫 About 关于啊，原来这是我自己。啊？呼兰，你还出现在 About 关于啊，原来这就是我自己？我都不知道这本书当中，我都不知道。好神啊，你偷摸接私活了？这就被公司发现了。钱庄会不会知道呼兰在哥大的八卦呀？哦 no！ 哦哦。我在哥大都不叫这名儿，你想想看。